啊，国安，哎，你好。OK，大家好，大家好。OK，今天的疫情也是这样了哈，大家还是在家里，也是没有什么减少，还是在五千大关里面。OK，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哈。OK，健健康康哦。要和你家成一个根。什么？而且希望大家健健康康。OK，今天小弟分享一下关于一些投资的东西，我看大家都是有很有经验啊，在投资方面哦，不管是投资房地产也好，实体业也好，还是一些股票啊，还是一些外汇啊，unit trust 啊这些东西，OK，都是一种投资嘛，哦，So，来我分享一下一些小弟的一些什么，我只是问把这个，Jeff，你没有开给我那个 share screen 的。开了，开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OK，没问题。OK，我分享一下关于一些自己的一些心得啦，哈，可能跟大家不一样，这是我的一些心得，希望给我献丑一下。OK，大致上我们是要讲洛克营的怎样去做量化。我还没有做讲这个量化的技术之前呢，我是先分享一段，大致上我们做投资是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考量。OK，什么样的考量？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东西给大家？All right，OK，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应该会认同吧？这是投资者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哦，在还没投资之前呢，OK，不管你投资什么，OK 都好，你都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才不会把你所辛辛苦苦赚来回来的血汗钱给亏掉嘛，OK，我分得五大类吧。第一个呢，就是大致上你必须要设你自身的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想要这个投资是要做什么的？哦，是要做什么的？是要对你的生活很大的影响的，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投资来，只是改善你的一些日常生活，增加你的一些日常收入？哦，当然啦，这些目标呢都是跟资金有关系。然后你资金的大小哦，往往都是影响到你投资的方向嘛。对不对？像你的资金只有可能就是只有1万2万，你也不可能就是跑去投资一个房地产嘛，哦，所以就是要看你的资金。可是最后呢，你的目标永远还是不会变的嘛，就是朝着赚多一点钱，希望你的生活可以好一点，对不对？所以当你的目标不变的话，是不是你当你投资是不是死死往一个方向走？并不是的，因为当你在投资的过程中有些资金的进入，OK，这些进入就会把你整个投资的方向给影响哦，你要做不同的调整哦，最后你的目标还是一样，达到更多的一些财富嘛哦，把你的生活给改善，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大家都是认可。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人都讲投资是要量力而为嘛，哦，就是说。有这样大的头，这是当这样大的帽子。有人这样讲，就是说你不要把你所需要用的吃饭钱做去投资嘛。哦，这个很多人都会认可。可是有些时候呢，也是不一定啦。就是你看你的投资的性质是什么，它的种类是什么，值不值得你大量的去投，值不值得你去，就是跟银行借钱来投。就比如讲，你认为你有本事去买一些物质的话，你投资一个房地产的话。当然，你的钱只是这样多哦，你要考虑很多东西，然后你去银行借钱，然后你也要知道银行借你的钱你可不可以还这样之类的东西。我说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种类和它的性质嘛，来衡量它的风险是在哪里面。如果你投资个房地产是为了要来租出去的，这样你要考虑，我租出去的话，我找到租客吗？如果我找不到租客的话，我可以承担得起吗？这些东西，哦，这些你必须要再考量的，哦，这个投资的一些考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回报咯。你投资没有回报，你投资了这么，对不对？所以投资有回报，所以你要很理性的去分析，我这个投资赚回来的回报，不适合我的标准哦，是不适合我的标准？如果我放1000块哦，如果投1万块的话，OK 我一个月可以赚多少？我一年可以赚多少？这些东西，如果是说我投在这边，投在 A 项目1万块赚多少？投资在 B 项目赚多少？哦，就你要去衡量哦。当然啦，你要高的回报，当然它的风险跟压力就是越来越高
哦，有些人就是为了要买很多房地产，就是不理啦，就是说有大平卖啊，有些就是 let long 的东西他去买，然后去买，然后希望他可以租出去，然后租出去，然后就这个租回来的钱就是还那个银行的贷款，这样的话你就承压比较大的风险，然后当然你的压力就大，如果你租不去的话你怎么办 ？OK， 然后你也是要看你的回报周期，哦，你买屋子也好，买股票好，哦，它周期是怎样，好，哦，可以赚多少，哦，所以往往呢选择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你在你选的时候你要看它的回报的周期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一个投资项目，啊，不管是股票也好还是一个实体项目也好，你要看它的周期，还要看它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属于黄昏的，就是说 那一种投资已经是要接近没有了的，啊，要接近没有了，就好像你讲 OK 投资，哇，现在有新的 FAX 机啊，你还去投资 FAX 机吗？谁要去投资 FAX 机？没有人用了，对不对？哦，所以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你要看你的投资 OK， 如果投资太新的东西你又怕等下新的还没有开始的话，还是开始不久就人家不接受的话就已经没落了，就没落了，所以其实这个投资的 周期性呢你是必须要一度考虑的 OK。 第四个呢就是人家看你的投资会带给来你未来的什么发展，你的投资会带给你什么东西，哦，有些人就是说 OK 我投资投资在这个学业上面也是一种投资啊，哦，投资在学业 OK， 你学业会带给你什么东西，可能你会比较多知识，对你下一个项目会比较更好，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知道你投资的发展性是在哪里，值不值得投资，哦，然后最重要的还是风险嘛，哦，很多人都讲投资要看风险，因为你的钱是辛苦的钱，你一投下去这个项目没有了还是亏钱了 OK， 还是这个东西变成就是说房地产比如房地产呢就投资在一个项目它的发展上起来一般不起了 OK， 这也是一个风险，哦，每一个风险这个风险也看很多东西还是很多东西影响嘛，哦，如果是说实体业的话你做一些餐饮业是什么的话你要看它人的购买力啊，就是周围的市民的购买力啊，然后你也是要看你自己的财务啊，然后你要看银行利衰是什么啊，你要看市场的变动啊，哦，然后你这个项目的变现有多快啊，可不可以即刻变现啊，还是你要等人家去买你的东西才可以变现啊，哦，然后一些事故也是会影响，好像现在这个 pandemic 就是这个 COVID-19 的话大家都受影响，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控制不到的东西，还有一些政策就是政府政策，所以这些都是在影响方面，哦，这是这个风险里面，所以这五大样东西呢大致上投资者都必须要基本知道的，哦，基本知道你才会选择的更好的一样东西 OK， 并不是讲我很厉害选择，当然在选择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就是要挫折啊，就是错了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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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总结，就是觉得这是五样东西是确实是你必须要去知道的 OK。 接下来呢投资者知道这五样东西要做什么呢，然后你就要做选择嘛，然后对不对，然后基本的选择是什么，你要选择一个投资项目，我不管是什么项目也好啦 OK， 你必须要是现在的趋势，现在的趋势是什么，现在人要的东西是什么，现在的风口是什么，哦，现在的风口是什么，对对，所以你站在那个风口上面，你讲站在那风口猪都会飞嘛，所以你就是要投对的时间点，投对的项目，你才可以把你的财富赚得更快，当然也是必须要考量第二个嘛，哦，必须要安全稳定还可以走长久的，而不是我这里这个项目一年过后啊，这个项目又要改变了，还是这个项目已经走不下去了，已经没有了，还是投资一样东西，投资股票 OK， 这股票那个公司可能就一年过后盈利不当亏了，然后就股票就没有价值了，这些东西你是要有知道它的稳定性是在哪里，哦，然后第三呢你是要有一个很不错的回报你才会去投嘛，哦，这个回报的话如果说一年的回报才 2% 我不如放银行，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要一个合理的回报，然后一个合理的回报 OK， 可能我一个月里面我赚 2% 还是赚 6% OK， 比起银行高很多，哦，
然后这是很一个很合理的回报。你不是打算讲 OK，我一个月我要赚30%、40%、50%，这样就有一些过分了哦，就有些过分哦。可是并不是没有，是有的，可是相对的，我讲的风险高了，你的利润高，风险高。那等下我讲的那个东西，它是有这种的回报，可是相对的风险就比较高。第四样呢，资金也是一样，必须是安全的。OK，这什么人做这么多人喜欢去投 bank 的那些 unit trust 啊这些东西，因为银行嘛，你看到银行大大钱在那边嘛，然后政府都保护嘛，大大钱在那边，你把钱放在那边，哇，很安全呐、啊，你不怕它不怕它倒，可是银行不会倒吗？银行也是会倒的，只是要看什么情况银行倒了，有一些百年银行都是倒掉，是要看他们怎样应用你的资金，只是。你的资金，你把钱放去给银行，银行把你的资金去赚更多的钱回来给你，给你利息还是给你利息这是一样。如果是说他的资金运作不当的话，也是会出现的问题的。OK，然后第五呢，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资金的伸缩性啊。OK，你放钱进去，如果有一天讲，哎呀急用啊，怎么办？我这个钱可以拿回来吗？我投的资金可以拿回来吗？可以即刻拿回来，多久可以拿回来？这个伸缩性。这个伸缩性你必须要吃到的，因为当你急用的时候，当然你要讲 OK，这是你这是你不要用的钱，你才去投资嘛。可是有时候事情往往会发生的，当发生的时候，你急用到那笔钱的时候，你那笔钱拿得出来吗？几块拿得出来？这是你也是要选择的。这五样大致上都是很主要的东西。当然，如果有一些东西讲你做推广的，这样你也是要知道第六个东西哦。你推广的一个东西，它有没有带泡沫的？它推广给你的奖金和制度是不是合理的？OK，比如讲，OK，推广啊，你推广一样东西啊，100块钱的一个产品，你的推广奖金是60块，这样你觉得没有泡沫吗？是我觉得泡沫就很大了，对不对？所以你也是要知道这种的推广会不会是合理的合理的，然后没有带泡沫的。OK，像我讲了这一大堆东西呢，我是要讲些什么呢？OK，我是要讲的，就是目前的风口是什么？目前的风口呢，我讲比特币可能比较人知道吧。如果我是讲区块链还是虚拟货币，可能一些人比较不知道。我就讲比特币吧，就是类似比特币这样的一种货币。那一种货币在市场上现在很红嘛，每天连一些现在连一些案例都听到哇，比特币啊，起到一颗一粒比特币起到6万美金啊，6万7美金起到这样高从3000美金去年的3000美金一直跑到6万多美金。OK，就是类似这样的虚拟货币类似这样的虚拟货币，现在虚拟货币的市场确实是很大比特币在就是10年前嘛，10年前已经出现了，然后相继的2015年，然后就是以太坊出来嘛，现在陆陆续续市场上有几千个币，几千个币，可是有些币是好的，有些币是不好的大家知道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有些是就是骗局嘛，就是市场上有这样多骗局，这样到底我不会会不会踏进这个骗局的圈子里面？如果是说你不投资，你不选择妥当，还是你是没有知识的话，你确实很大机会会踏入这种的，就是骗局案里面。所以呢，我就是要跟你们大家讲，虽然是风口，可是它的风险很高，所以就是说要跟对的人给你一个对的资讯，OK，一个对的资讯，你才会投资的比较安心哦。可是也是最重要，你的钱。永远永远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第四个讲，就是你要放安全的地方，然后你资金是可以伸缩性的。永远永远不要相信某个人讲，OK，来啦，我帮你做啦，你的钱交给我啦，OK，这样你相信他是对的相信人是对的，可是你也是要有自己对自己有一些保障知道这笔钱到底会不会没有啊，会不会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比较安全的一种的投资方法。可是我们投资是什么？是投资在区块链上面，区块链上面，区块链是一个技术是一个技术很多人都不认可，有些人不认可可是往往你不认可的东西才是赚钱的东西在2000多年前，就是二十多
年前啊，人家讲 internet 的时候，谁认可 internet？ 哦，谁认可 internet？ 哇，在家里一个电脑一个 modem 这样去上一个 internet， 谁认可？那时候谁会想到 internet 发展到连手机只是拿着手机一边走路一边上网，是永远想不到的东西哦。这区块链也是另外一个趋势，是另外一个疯狂的投资哦。它未来就是会好像 internet 这样发展到很厉害，因为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是开始在研究怎样用区块链把它的货币、哦、把它的货币转换成区块链的方式，比较容易控制，也是知道它的货这个钱的来往啊，就是很清楚的知道。 okay， 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在认可这种区块链、哦、可能你讲、哦、你认可区块链，为什么这样多国家在打压？对啊，因为为什么他要打压呢？因为有很多骗局出现嘛，所以打压归打压，可是他还是有很多人认可，就是某几种这币是很多人是认可的，某几种币是很多人认可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供应，他们有自己的这样做他们的技术，我们技术有些认可，就好像银行，有些银行认可瑞波，就是 SRB Ripple、哦、他们认可 Ripple、哦，包括我们马来西亚的银行 CIMB 也是认可 Ripple 的，也认可 Ripple， 所以这一些东西是被认可的。现在我们要投资的是投资在这边，然后我们的资金是放哪里呢？我们的资金是放在一个很大的交易所里面，就是火币跟币安是两间，就是很大的一个交易所、哦、全球第一大跟第三大的交易所，你把钱放在这边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有为什么我讲安全呢？因为有资本家去投资的公司，你讲安全吗？银行都投资，你讲安全吗？ OK， 你看这个是吧？ OK， 你看这是第一张，看到没有？火币技术、哦、这是香港啊，这是香港火币技术，是在香港上市，去年在香港上市，2020年，对，2020年在香港上市。 OK， 你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也投资、啊、很多银行都投资、哦、这些银行都投资。所以如果他们不认可区块链的话，为什么会投资一个区块链的公司呢？这是一个交易所、哦、然后右边这个奥科云、哦、奥科云是一个区块链的公司，也是在香港上市。你看这样多银行去投资，有人讲哇中国在打压，可是你看很多中国银行就在投资，然后他们是在香港，香港是属于中国啊，也是属于中国啊，这是他们的投资，这是他们也是认可的。可是他们认可对的币，不认可这些就是人家讲空气币啊，就是一些垃圾币、哦、这些就是我们把钱是放在火币里面，所以是安全的。因为银行的投资的公司也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所以100%是安全。然后它是全球第三大，它的交易量是全球第三大，是在现货啊，现货啊，就是现买啦，就是 spot trading 啊，现货。OK， 这个是比特币的一些涨势啊，这个可能略过吧。哦，比特币的涨势，人家讲比特币又涨又跌，又涨又跌嘛，啊、哦，涨又跌，好像2018年，哦，涨了很高，然后一从跌下来，然后一年过后，它就开始在慢慢增长，到这2018年的时候是才3000多美金，哦，一直增到现在2021年大概是6万多嘛，6万多，现在又跌回来，哦，跌了33天，又跌回来，现在大概是33000左右吧，哦，跌了一半，可是它是它周期，哦，你看2012年已经开始涨跌，所以不用怕，因为比特币当它跌的时候，它肯定会回调，好，肯定会回调的。当然，你可以讲比特币，对市场有什么好处？这是带给市场什么东西？其实，比特币带给市场并没有什么东西哦。比特币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古董啊，哦，就是一个古董。哦，经常讲，哎，毕卡索的画为什么卖这样贵？它带给市场什么的没有啊？它只是一个古董嘛。哦，它是一个古董，它是与众不同嘛。哦，比特币也是第一个区块链出现的，与众不同。如果你要硬要讲它有什么用处呢？可以当笑话来讲啦，就是说，很多就是用来洗钱吧，就是黑市那些买卖，他们都是用比特币嘛。哦，
这是比特币最大的用处了。哦，如果接下来你讲好像以太坊啊这些东西，他们确实是对市场是有帮助的，然后对市场是有帮助，对每一个它的技术是对是相对有帮助的。然后以太坊是这个智能合约嘛，然后智能合约，所以每一个供应链它都有它自己的用处，自己对市场上的一些用处。哦，只是比特币是它是一个老祖宗嘛，然后老祖宗，所以它有自己的自己价值。OK， 讲了这么多 ，OK， 你讲要操作那个虚拟货币嘛，虚拟货币就好像买股票一样，跟买股票是差不多一样了。OK， 可是这买股票你讲哇，等下亏了怎么办？这样的东西，这样不用怕。所以今天我们带大家进来，就是因为了就是要介绍这个洛克人的智能交易量化系统，然后智能交易量化系统，它是一个。智能的系统，它可以帮你操作买卖，帮你操作买卖，你不需要去担心 ，OK， 你不需要去担心。它有12个强项，我是只是讲是 A 6个，然后其他6个就是它的技术分析。等下我就详细的讲一个技术分析 ，OK。它第一呢，它是安全可靠。为什么讲安全可靠呢？它没有用到，就是说没有跟你收钱，哎，完全没有收钱。你的钱是放在火币网还是放在币安？然后货币还是放在币安，就好像你把钱放在银行，然后叫银行的人替你去操作 ，OK， 替你操作，然后赚了利息给你 ，OK， 这是一模一样，钱是放在你自己的钱包里面，你的钱包是跟货币开的一个钱包 ，OK， 你随时可以拿钱，然后洛克人是没有权利去拿你的钱的 ，OK， 这是第一个啊，当然是安全可靠的，是完全洛克人是不可以动到你的资金啊。拿不到你的钱。第二个，它的数据是真实的。OK， 当它的量化系统跟你买一个单还是出一个单来讲，进一个单还是出一个单来讲，你可以去火币看。哦，你的 APP 就是洛克人的就是那个 APP 就是软件，跟火币网的数据是一模一样的，时间点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哦，时间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是真实操作的，而不是给你看到 APP 看到是另外一个数据，可是你去货币看的是另外一个数据，不是的，我们是真实的数据，自己也可以看到。然后它的量化系统呢，它是智能化，并不是死的，是智能化的。OK， 它以市场的不同波动来做调整。OK， 我们有足够的数据库，我们会从这个市场上所有的不同的变动。智能化的去调整啊，去智能化的去调整不同的策略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啦。OK， 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智能的防护，就是说当遇到一个很大的跌势哦，就是好像瀑布式的就是下来的哦，我们就会启动我们就是防跌的一些机制啊，就是我们启动一些机制哦，这机制就是不会给你。无端端的补太多单，我们会自动的知道这是风险情况，它会自动帮你停掉补单，然后还是你补单的点数会比较远哦。所以当这一个遇到我们大熊市的时候，好像五月多的时候，遇到我们大熊市的时候，就是我们你的资金就不会完全被转换掉啊，就变成币啊，就是买掉啊，买进这个其他的币。OK， 然后操作呢也是超级简单的啊，小白很容易，只是叫你几个，只要点几样东西你就会操作了啊，只要点几样东西就会操作了。选择币很简单，也是你要怎样买怎样卖，卖你是不需要管的，可是买怎样你要选择什么币，就选择什么策略。哦，这是很简单，只是很简单的一个选择。然后最重要的这个是不会爆仓。哦，你可能有听到有些人投资在外汇，有些人也是投资在一些不同的量化。我他讲，哎呦，我的钱放进去，可能两个月过后没有了，归零了。哦，可是我们是不会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买的是现货，我们不是买期货，我们也不是做杠杆，我们买的是现货。哦，这是现货，是好像以前买股票这样。OK， 你给钱，你拿到股票，哦，这个股票，哦，你拿到股票，然后等它股票涨价，哦，然后涨价就是卖出去，哦，永远就是买低卖高，OK，
所以是完全没有爆仓的风险，完全是没有爆仓的风险。这是我们的前六大强势，往后六大强势我就不讲了，然后我讲一些我们的技术啊，我们的强势其实你也可以去我们的那个网站看，我们网站有这个 slide 啊。OK， 讲为什么我讲洛克云的那个技术降临呢？这是我们的盈利的一个原理啦。OK， 我们有网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操作买卖股票啊，还是操作一些就是外汇啊。OK， 你那个人家讲那个 K line 啊，然后 K line 还是 candlestick 哦，就是蜡烛嘛，蜡烛。OK，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OK， 但事实上它有几个策略，一个叫做网格。OK， 网格策略。OK， 我们有网格的策略，可是并不是完全走网格的。我们有走马丁策略，可是并不是完全走马丁的。OK， 然后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技术叫做底部套利。我们有底部套利，就是说当你打到第六单过后的时候呢，各自买入的单它各自会出单的。 OK， 讲一讲马丁策略吧。 OK， 其实马丁策略如果你们有赌博的人呢，尤其是华人有赌博人都知道马丁策略是什么，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你知道怎样用。 OK， 他的方法就是你输了一块钱你压两块，输了两块压四块，输了四块压八块，输了八块压十六块，输了十六块压三十二块终于一天你会赢的嘛，对不对？可是马丁技术好吗？我看有很多人就觉得很好因为不会输嘛。OK， 可是它有一个坏处，就是你赢很少，可是你资金要很多。你资金不够多的话，你大致上你跑不到马丁技术所以呢，银顶马来西亚的一个赌场就用了一个 table limit， 就是桌子上的一个 limit， 就是以防你用马丁技术。地方用马丁技术所以银顶是知道有马丁技术这个东西，可是他不给你用。你要用的话，可能你只是用到六手七手就没有了六手七手就没有了。所以银顶是知道这个技术，因为这个技术是在赌博方面是无往不利的只要你资金够雄厚，马丁技术帮你赚钱可是赚的是小钱啊。OK， 来跟你讲一讲其他机器人。OK， 市场上 95% 的量化系统还是所谓的机器人，他们都是跑一个策略罢了，就是马丁策略。因为马丁策略很好嘛，我都讲了，赌博上面呢确实是不错的，很不错很不错的一个技术。可是这个技术好在什么呢？是在牛市还在牛市一直飙一直飙，飙了跌，飙了跌，飙了跌，是最好的最好的马丁技术马丁技术是最好的。 OK 可是这是机器人做的吧，马丁就是说十块再跌就买二十嘛，再跌是买四十，然后他就当他起的时候起到他们的平均价，他们就出嘛。当出的时候呢，等下我拿一支笔。OK， 喂，当出的时候呢，自己他出的时候呢，他就会同时买进，然后出的时候他就会同时买进。然后在跌不到它的补仓的时候，它又在涨的话，它又在出，然后它又在买进它是同时间买进的。OK， 这是牛市嘛，很爽赚的很多，确实是赚的很多。OK， 波动越大的时候赚的很多，尤其是在一个很大的牛市盘整赚的很多。可是当它遇到熊市的时候，它出现问题了。OK， 比如讲。现在它是以1000个 U 1000个 U 就是大概是1000个美金啊，1000个美金来做一个比例来讲啊。OK， 它就用1000美金，第一手单它是10块美金啊，10个 U 啦。OK， 当10个 U， 当它遇到熊市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麻烦了，就是当第一单10美金跌补嘛，20美金再跌补40，再跌补80，马丁技术。再跌补160，再跌补320。OK， 他补了多少单呢？补了一单，补二单，补三单，补四单，补的，他补了五单。OK， 补了五单，总共用了630个 U。OK， 他的1000个 U 里面只是剩下370，只剩下370。OK， 当他再跌的时候，要补640。
他已经没有本事补了，他只剩下370户口生产币。OK， 这样就是人家所谓的卡单卡在这里，卡在这里。他要怎样几时才可以出呢？如果是说这个牛市在不停的跌的话呢，他的平均价是在这里，啊，他平均价是大概是在这边。这样他要取回这边，他有才有本事把这个单给出掉，这就是马丁机器人的一个策略。OK， 如果他是继续要补的话，他还要必须补一个640，补一个1280。OK， 就是这样补下去，这已经补了2550了。好，还继续补，如果再跌的话就补下去。所以往往马丁技术呢，它可以承担的压力是大概在20%跟30%的跌势。20%跟10%的跌势，可是往往区块链跟其他股票市场不一样，它的涨幅大，跌幅也大，哦，涨幅大，跌幅也大，哦，所以30%吃不过的。可是有些人会调的话，可能他会顶到40多%，结果还是卡单。当卡单的时候，是不是你的钱没有了？不是，你的钱还在里面，哦，只是换了另外一个币，就是换了一个币，就是好像你用钱换了股票这样，你只需要等。它的是回调，你的期权就可以把你卖出 ，OK， 你还是一样拿回你的钱，还是一样拿回钱，只是剩下 你拿的不是 USDT， 你拿的是可能是 BTC 啊、以太坊啊这种不同的币 ，OK， 这是马丁系数 ，OK， 这是马丁系数 ，OK， 像我们的系数有什么不一样呢？ OK， 你看看我们的系数 ，OK， 这是马丁系数啊，等一下我关掉这个声。OK， 看我 OK， 这是洛克银的量化技术，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比较不一样啊？来，这是比较简单的嘛，哦，一个楼梯阶的，我们的不是的啊，我们的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OK， 就讲讲我们吧。OK， 一样。OK， 当牛市的时候，我们跟马丁技术是差不多一样的。OK， 十块，可是我们的补单的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十块。啊，是10U，10U， 大家都是以1000跟1000来做对比哈，1000U跟1000U 来做对比，10U跟10U， 然后再跌的话补30个U， 再跌的话回调，我们就出单，出单我们没有立刻啊，没有立刻，我们是看市场，当出单的通常都是在涨了再回调我们才出单嘛，这样我们是看再回调可以回调多少，如果再回调的话，我们才进单，再补单啊，这相对的。我们不会越买越高，哦，我们会买了之后卖了出去，我们会退回来一点点，退回来一点点，我们才进单。OK， 这是我们的比较不一样。如果再涨的话，我们再出单，然后再跌了回一点点，我们才进单。OK， 同样时间点，我们也是进入熊市嘛，啊，一样。可是我们补单方式不一样嘛。OK， 十块补十块，然后我们补30个U。再补60个U， 再补120个U。当120个U 是时候，通常你讲哦，是不是240啊？不是，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这熊市差不多要来了，所以我们就已经比较小心，哦，我们就比较小心，我们的系统就会知道 ，OK， 要比较小心。我们补只是补30而已，我们要看它市场到底的波动是怎么样，啊，懂不懂？是这样，也是一样补五单，哦，也是一样补五单，可是我们只是用了。260个U 了，所以我们还有740个U， 我们还有740个U 在钱包里面。这740这么重要吗？很重要，因为它可以给你抄底啊，就是说可以买比较低的价钱，比较低的价钱。OK， 如果再跌，我们就补120；再跌，我们就补60。OK， 我们加起来也是200、300。440而已啊 ，OK， 当然平均价我们也是一样平均价 ，OK， 跟刚才一样平均价，当平均价达到我们也是一样出单 ，OK， 全部出到完 ，OK， 平均价也是出到完。可是当它平均价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最强势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底部出单，比如讲来到这个60了之后 ，60 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回调嘛，小回调也好，当有一个小回调它就出了 ，OK， 这里就出了，出来这边。OK， 再回调的话，它就出这张。哦，它就出这张。OK， 回调了，可是它又跌回来，跌回来不用紧，我们再补，补120，再补60。OK， 如果再回调，它再出，这个出这边，
这个出这边，然后再上出这边 ，OK。如果再上到平均价，这个其余的全部出到完，哦，这是我们的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就是大家在熊市，一边熊市卡着单，要等到平均价才可以出到完。可是我们在同一个时期呢，我们每一个段、每一个波动、小波动也好，我们下面的单会出掉。我们下面还跟之前的单是不会出的。哦，之前的这些单是不会出的，对不起。哦，之前的这个是不会出，他们只是要达到平均价才出的。可是我们是会出掉的，我们下面的单会各自出单，这是我们的最强的，就是克星技术的底部套利。这是我们的底部套利，这是我们的最强的一个技术，然后我们会底部套利。OK， 是大象自身 OK。来，这是我大致上做了一个比例嘛。OK， 如果这个熊市是很强的一个熊市，好像五月多到现在一个很强的熊市，可能你会补到第九单还是第十单。OK， 一到六单，如果其他的马丁技术呢，大致上已经是630U 了。OK， 再补第七单，再补640，第八单1280，第九单2560。OK， 所以你补到第九单的时候已经用了5000多U。OK。我们同样补第九单，我们才用了560U。OK， 所以 blockchain 技术很敢讲，我们可以补13张单，才把你的1000个U 用完。你想一想，补13张单的时候，它的跌已经跌了多少？可能，马丁技术可以承担30到40个%的，就是30到40点的跌势，可是我们可以承担到70到80点的跌势，哦，这是我们的一些差别。然后我们还有下面我们可以底部套利，哦，各自会套利。这样的话，在你卡单的情况之下，你也是可以出到一些单。OK， 有些人讲哇，他的技术极牛，他们是不会卡单。OK， 你没有卡单的话，你赚不到大钱，所以肯定会有卡单，只是你的卡单是卡多久而已，是卡多久。大致上会炒股票还是会炒一些外汇来讲的嘛，他们都知道卡单是好事来的，你也卡他补，卡一补要补，当他回调的时候，他赚的钱是比你每一张单出赚的钱来的多的。OK， 再来 ，OK， 给你看一些数据吧。OK， 你看到这是补了，等一下要拿一个笔出来。OK， 这是补第五单，你看他补第六单 ，OK， 第六单的时候他就开始底部套利嘛 ，OK， 他可以有机会出，他就出掉了，看到吗？第六出掉之后他又补回，哦，刚才我讲的他没有即刻补回，马丁技术即刻补回，你可以看到这个价钱，看到没有？0.845亿 ，OK， 他补回的时候是0.8335，他是等他跌的时候再补 ，OK， 如果再跌他就补第七单嘛 ，OK。第七单，然后再跌，他就补第八单，哎，然后第八单他有机会出，他就出第八单，再补第八单，再出第八单，好，再补第八单，再出第八单，你看每一次他有机会出，他就出掉 ，OK， 当他有机会出第六单的时候呢，第七单的时候他就出掉第七单，这个是第七的 ，OK， 这是第六的，然后他有本事出掉，啊，所以就是在你卡单的情况之下，你还是有收益，你看这是。一天里面，然后他有做了七张单，总共做了七张单哦。在一天里面，虽然是说在卡单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出了七张单，而其他的机器人呢，就是没有出单，他们要等到平均价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些优势。OK， 当然我们也是除了这个优势之外，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用我们机器人的人还是用我们的系统的人跟着我们一些标准啊。OK， 往往有些人做，哎，为什么我下面的单出不到呢？因为你没有跟着我们的标准，可能我们讲100个U 只是保守的一个币还是最多两个币，可是收张单是10个U， 可是你可能讲我要赚多一点，你想放20个U，这样的20个的话，相对的，你的钱资金就砍成一半了嘛，哦，所以你遇到的风险就多一倍嘛，做多一倍。所以你跟着我们的方式去做的话呢，卡单归卡单，
你在底下还有机会底部套利，啊，至少还有底部套利。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标准，我们一些标准，所以我们必须跟着我们那个方法，哦，大家跟着我们的方法，卡单是不用紧的，你底部还会套利。当它是回调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资金一次过拿回来，然后你赚的钱比其他的技术来得高，因为你每一次卡单情况你有赚一点点，一赚一点点，赚一点点。OK， 虽然说每个月在一个熊市里面给你6-10%， OK 吗？我觉得比放很多银行都来得好咯，哦，6-10%。OK， 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的市的话，可以拿到20%。20%， OK， 所以这是很难讲的， OK， 因为是你想会几时会调，有人讲很快，有人讲哦牛市来了， OK， 可是不用怕，你牛市只要你有波动，我们还是会底部套利的，哦，底部套利，比特币永远是会回来的，哦，有人讲10月11月，哇，会一个大波动，会来到10万块，就是100千美金嘛，哦，100千美金。叫我们拭目以待，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比特币越来越少了，比特币越来越少了。OK， 我总结一下，就是大致上这是我们的一些优势啊。OK， 哦，我们总结优势跟其他的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 ？OK， 想有不一样。OK， 其他的软件呢，你的补仓的 percentage 啊，就是你的趴，还是你的？跌势跟回调你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会自己控制，当然它会有给你一个 template 啦，会给你一个已经设好的模式，可是设好的模式是很小的，好吧，如果你用它预设的模式的话，可能你大概是在20多%，你其实已经是用完你的资金了，所以很多人就是会去调，啊，会去调，当然了，你会的人就去调，不会的人怎样去调你也不知道是怎样走，不知道怎样买哦，如果你会买会卖的话，你就不需要靠机器人了，对不对？啊，乐客云是不一样，乐客云就是我刚才就讲了嘛，很容易用，你是小白都会用，你只要选择你第一手单的资金是多少，然后你只是选择三种模式，你是要一个干货的，就是赚多钱的，啊，就是激进人，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平稳的 ，OK， 你就讲 OK， 我要保险一点的，我赚少点不用紧，我只要我比较保险，这样你是要赚平稳的。还是你要选择中等的，只是三个模式给你选，容易简单，哦，也不需要去调什么，因为我们是智能化，后面的系统会自动给你调。OK， 瀑布走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启动一个保护机制嘛，哦，瀑布机制就是说一下子可能在1分钟里面你会看到嘣从高点跌到低点，好像一条线这样跌下来，哎，当然其他的软件你已经设定好了吗？多少点它补仓，多少点它补仓，他不是跟你补哦，补到你资金没有为止哦。OK， 可是 Locker 是不一样的，当他遇到这种的瀑布式的时候呢，他就会智能化的把你的补仓放慢，哦，还是没有补仓，哦，还是放慢，还是更把他的调整跳得比较深一点才跟你补仓，哦，只是相对的你会买的比较便宜的货，哦，比较便宜的货，这是 Locker 的一些不同。OK， 平仓的优势，平仓就是说出吧，卖出去。OK， 卖出去的时候，一样咯，哦，其他的那个软件它已经设定好了嘛，哦，你的模式已经设好了，怎样几多趴出，已经设定好了。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一个智能化的。当你一个上涨很好的上涨式的话，就是刚才讲瀑布嘛，直接下嘛，我直接还是 rocket 这样飞天的，就是 rocket 这样飞天的话，它会自动调整。哦，调整你就是你所赚的发现率调整的比较高，这样你相对的你会赚的比较多，哦，你相对赚的比较多一样咯，哦，本金，哦，你本金的设置就其他软件就是你设置好了嘛，你就自己设置的，它就跟着你的方法走了。 OK， Locking 就不一样。 OK， 就是看市场，看你的资金，可能应该要补60，可能要补90，它就看你的资金要来做一个衡量，哦，就是把你资金控制比较好。Okay， 其他的软件它是需要付费的。 OK， 有些付年费，有些付月费。 OK， 当你遇到熊市你就不划算嘛，可能5个月里面没有收入，可是你必须要付费哦，你付费的话机器人不跟你做工，对不对？可是 Locker 是完全免费，完全免费，
lock in 只是收手续费，就是说当你赢了的钱，哦，你就是七三分嘛，七三分，他只是赚你这一部分而已。其他软件也是照样赚你这一部分，可是他加多一个月费还是年费哦。毕竟因为他们很多软件就是人家是讲 OEM 嘛，就是跟人家买回来还是跟人家租回来，所以他必须他有本钱嘛。而 Locain 是自己的技术哦，他是跟一些交易所，就好像币安跟火币有，就是说策略合作伙伴嘛，哦，所以他有自己的技术团队在做这个技术，所以我们要赚的只是一个手续费啊，哦，一个手续费。OK， 第一个呢就是推荐分红。OK， 有些软件它是没有分红的。OK， 有些软件分红比较少。OK， 然后有些软件就是有不同的规矩，要提币的规矩、权利啊之类的东西。Locain 呢就没有。OK，Locain 88%的手续费分析给市场，哦，分析给市场，它收回来的30%里面的88%分析给市场。分析给市场 ，OK， 它就剩下的12%、哦，就是等于手续费的3.6%，然后3.6%罢了，哦，公司是拿这个的，因为公司拿的是量嘛，哦，是量 ，OK， 第七就是一个手续费分红。我所说的手续费分红，并不是之前我讲的那个盈利的手续费，这是交易所的手续费，因为交易所每一次你买跟卖，它是有一个手续费的嘛 ，OK。其他的软件它是不可能分给你的，然后也是不可能分给市场引导人的。OK， 可是因为洛克云呢，它是跟火币、跟币安是直接合作伙伴。OK， 火币呢，它会把40%的手续费分红给洛克云。OK， 然后洛克云把44%里面的一半分析给市场。OK， 分析给市场，这是就是原因就是为什么其他软件公司他们会收年费、月费。我们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直接是跟火币合作，我们也是跟币安合作。OK， 我们是跟币安合作，币安是55对分，然后50%里面的一半是给我们做市场奖金的，啊，就是给一些社区领导人，社区领导人做奖金的。等一下，对不起，我好像是 OK。这就是我们一个 summary， 就是我们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们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OK， 所以我们把机器人介绍进来，就是因为很多人对炒，就是说买卖虚拟货币还是不了解，哦，又担心被人家骗 ，OK， 又担心资金的问题 ，OK， 这样洛克也是最好的，因为现在他是跟货币合作，钱也是放在货币里面，就是我之前所讲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的。现在虚拟货币是风口嘛，现在是风口，是趋势，是风口。OK， 是现在趋势，因为每个人在走转。是否安全，还可以长久走下去？当你选择对的币是绝对安全的，可以长久走下去吗？除非世界上现在没有 internet 咯，所以你不可以长期走下去。哦，它是可以长期走下去的，有挖矿机，有之类的东西。可能你讲哇，中国现在它在打压挖矿机，没有啊，它只是搬去美国，你不给它不是搬去美国。可是市场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做这种挖矿的动作，还是可以长久走下去的。每个月有不错的合理回报，2-6%，我觉得是不错和合理的回报吧。哦，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不认可，我是觉得真的啦。哦，你放在别的投资，我觉得也是没有这样多啦。OK， 资金安全吗？你放在火币网，火币是上市公司 ，OK， 银行家也是投资在那边。我觉得是绝对安全的。OK， 资金的伸缩性，你是随时可以退出来的。如果你真的是很急很急要用钱的话，你是可以即刻把你的币给卖掉。哦，虽然说你想有机器人也是会，你会把机器人关掉，你要直接把币卖掉也是可以。可是通常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啦，因为这是你要知道，你这样突然间这样卖出去的话。你一到市场不对的话，可能你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亏损哦，很大的亏损。所以资金的伸缩性是伸缩性的，就好像你股票你即刻可以卖，即刻可以套现吗？是的，即刻可以套现。货币网24小时 ，OK， 都有人在买 U， 都有人在卖 U，OK，钱是直接打进你银行的 ，OK， 哦，是直接的哦。你认为你这个钱是安全吗？是绝对安全，你可以这样。中国现在中国银行可能是
在就想不可以啊，不可以有金钱交往，在虚拟货币不可以金钱交往。可是他所讲的是私人跟私人 ，OK， 如果你经过货币网，他们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哦，马来西亚是可以的，你世界马来西亚也是一样，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哦，只要你经过货币网，你是直接可以拿到法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 ，OK， 所以大致上这是我的一些分享。然后我也是一样，我们要求的我们中国的一些领导人给我们做一个市场的一些分享。我看一下那领导人进来吗？啊，等一下，新燕老师你也进来哈。OK， 大致上等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等新燕老师分享了之后，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直接发问。OK， 新燕老师你有在吗？Hello? 我在的。OK， 我现在就把这个场交给你吧。你要的那几张图有在这里，我不知道你要从那张图讲起。你是学什么的？第一张图把整体走势发到上面来。整体走势。对。整体走势。整体走势。然后在上面讲，先看看睡觉，好，大家好啊。我叫新燕，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我今天呢，就是说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几个走势，什么时候进场比较合适，特别是量化进场，还有资金怎么分配比较，就是更好，更容易赚钱哈。把那个整体走势的那张 P 图发上来，整体走势哈。我发上去了。我们现在看到整体走势，先是不是行情是不是像一座山一样？我这是拉了比特币的日线，把它缩小，应该是从2017年到现在的走势，2017年到现在哈，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是不是有一大波？2017年我们都知道，比特币是从10000多一下涨到150000哈。然后后边就是一直跌到最低的谷底的时候是两万三左右，两万三。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波，它从23000是不是涨到40几万，对吗？但是它这个涨幅给跌幅的过程不是一次性涨上来的，也不是一次性跌下来的，它中间是有很多的波浪，对吗？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时候进场。对于量化什么时候进场比较好哈？我们来看第二张图，来发第二张图，那有一张就是蓄势待发的，蓄势待发啊，蓄势待发。哎，对对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一进场，刚好就是那个山脚下，蓄势待发就要涨了，对吗？然后我们的资金就一直在赚，一直在赚钱。其实这样不是最赚钱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如果是用别的软件量化，比如说是用马丁的策略，它可能赚钱比较多。但是用洛克云的软件，现在它不是有一个自动追涨功能吗？它赚的也还可以，但是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为什么这样说哈？我们投资都讲究的就是利益跟风险哈。假如说你在这个时候进场，基本上它不会吃仓吃到你多少仓，最多就是到五仓。我们的一二三是不是都是10美金平推的？然后到第三单到第四单的时候才开始30美金，就意味着它基本上不怎么动用你的仓位，它怎么可能赚到很多钱呢？而且我们如果是从山脚下一直往山上面爬的这个过程用不到资金，而且你又看到行情一直涨，你会发现我的资金都控制在那里，我没赚到钱，就是没有赚到很多钱，它只是赚到一少部分资金，也许这个币有可能翻10倍，而你只赚到了60%，这样你理解吧？翻10倍的币可能你只赚了60%，所以其实是挺亏的啊。并不是说我们一进场行情就涨我们就是最赚钱的，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知道它整个软件它的优势它的劣势它适应于哪一种行情哈。
那蓄势待发的行情最好的最赚钱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买了不动，对吗？买了不动，然后你就在那死拿现货，你就可以最赚钱，对不对？好，在下一张图，下一张图给我发那张图，高位盘整的那张图。这个高位盘整。好，高位。假如说我们从下边一直到一直涨上来，涨到高位，它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大盘它会给你好几次出场的时间，它也在高位，就是顶背离的时候也在不断的调整，对吗？但是往往就是我们投资者，所有投资者的心理是追涨的，他总认为后边可能还有一波，后边可能还有一波，不太会出来，对不对？所以在高位盘整的时候，如果没有出来，如果你洛克云是在这里进场，我问你，大盘一跌的时候，你再好的软件都要被套，为什么？因为洛克云的抗跌幅能力只有 50%， 那么就是说，而且是 1.3%， 1% 到 1.5% 的起仓，你大概抗跌幅能力 50%， 如果你是 20% 的起仓，你的抗跌幅能力只有 30%。 那如果像这种行情，有时候都17年应该是跌了 80% 吧，80%，跌 80% 以上，什么样的软件都扛不过去。如果它可以扛过去，就意味着它没有什么利润，就是它在涨势是没有什么利润的，它动用你资金很少。如果它又想要利润，那它一定是扛不过去那么大跌幅的，对不对？它必须要抄底才能换取来利润呀。所以说呢，我为什么发这个高位盘整，其实有很多的人就是想我什么时候进场最合适，你觉得是高位盘整的时候你进场合适，还是低位盘整的时候你进场合适，对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一个洗盘震荡这个图你发出来，洗盘震荡，对，应该这一张图洗盘震荡应该有两年的时间，用两年的时间你去看去洗盘，把比特币从150,000一直洗下来，洗下来，洗到23,000，它有没有说一下子涨到40,000？没有，对吗？这期间用了两年的时间，这两年都在震荡洗盘，它中间有一些小的涨幅与跌幅，但是波动不大。其实往往在交易量非常低的时候就开始拉盘了，你把整个大盘的复盘全部完成以后，你会发现哈，很多的时候就是散户急于赚钱的时候，庄家就是在那里给你耗时间的呀，对吗？所以假如我们是按市场的角度，或者是按投资者的角度，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在就是错误的想法都是在山脚下蓄势待发时候上车，那个时候是不赚钱的，最赚钱的时候是震荡洗盘。震荡洗盘它可以给你三年两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因为洛克云有一个底部套利的功能，哪怕你是从山腰上车，你只要有最后一仓的子弹，它都可以不断的套利，不断的套利，对吗？做好分仓，震荡洗盘的时候是最赚钱的。我是这样给大家一个计划哈，也是我这一段时间通过这个大盘的涨跌呢，就是吸取的一些经验。假如你有$10,000去来做洛克云，你按 1.5 的配仓配好之后，70%的子弹放到法币里去，放到法币里去，30%的子弹呢，让它自就是随便它自己跑，它赚到多少钱怎么样，没事的。如果子弹打光了，如果行情站不住脚，你就等到行情站稳了脚，再从法币里拨出20%的资金，再来补仓。但是呢，你可以用月利润的50%去做什么定投，月利润的50%做定投，定投一些价值币或者是主流币。因为目前来说我们都知道比特币跌了50%以上，对不对？而其他的小币子跌了70-80%都有了，那是不是我们很好的进场的时间？但是如果现在让你死拿现货，行情涨涨跌跌，洗盘多久你不知道，但是在这个洗盘的过程中你是没有现金流的，对不对？你没有现金流就意味着你拿不住你的币。但是如果说你用50%的就是利润去做定投，你是拿得住的。所以用这种方式呢，你不管它洗盘多久，你都可以赚到钱。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方案哈，也是我自己想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做资产配置也好，或者是做风控也好，你们自己可以去看看，震荡洗盘时间最久，行情再涨，这次是出乎预料的涨了八个月，可不可能再连续涨八个月？他们说会连续涨三百天，可能吗？比特币涨上天了，哪有那么多资金进场，对不对？它所有的涨都需要资金进场才能涨上来的。对，所以只有洗盘的时间是最久的，在顶部盘旋不会很久，在底部盘旋会很久，但是我告诉你，它顺势涨势的时候能像这一次涨八个月的盘真的不多。所以作为市场动态的领导人来说，我们都知道你去做 MBA 做三年，团队做了多大，做那些所谓的项目，你用多少时间去把你团队干大，但是必须要时间。假如你是从山脚下去做八个月的时间，你的团队做大了，刚好从山顶上下来，你全部被套了，对不对？没意思。现在是最好的进场时间，为什么？现在是底部洗盘，你们自己去看大盘，我的截图你们应该再去复比特币的大盘，你们应该是有数的。不是，哪怕现在是山腰，但是小币子都已经跌到了多少，70%-80%了，再跌还能再跌70%-80%吗？不太可能了吧。再跌70%-80%，币圈就没有人玩了。你以为庄家会把所有的散户洗下车吗？所有的散户都洗下车了，庄家没人跟他玩，他赚谁的钱去？他永远都是在哄韭菜的，打你一个巴掌给你两颗糖吃，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做的简短的分享哈。刚才那个杰弗尔的分享我已经都听了，他的细节的分享只要大家能认真听到他底部套利的这个功能，就应该知道洛克云什么时候是最好进场的时间。按照我刚才给大家的这个风控哈，1.5% 的起仓，70%资金到法币里去，下跌到站住脚的时候，我们再挪出来一部分资金来接盘。如果用这种方式，你又可以做了风控，又可以赚钱，再用利润的50%去做定投，定投的这一笔资金，它洛克云是不会卖的，定投的这笔资金一定是要你手动在火币上去买，这样的话有可能有一天你定投的这一笔利润的资金会远远高于你的多少%的交易收益。谢老师，比特币还会跌到多深呢？如果你要问我比特币能跌到多深，我能给你一个准确的数字，这是扯淡的。你想想看，谁能有这个准确的数字？对吗？对，大家都知道未来是很好，但是眼下它是涨是跌，目前我们不知道。7月1号是中国的那个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币不会怎么涨。过了这个风口，7月份的行情就应该会好起来。但是究竟它跌到多少，涨到多少，没有谁能给一个具体的数字。我们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做好风控，做好自己资金的管理，不要进场就搜哈就行了。对，因为没有人知道永远最低点是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永远最高点。包括我现在我给大家发出来的截图，这些截图都是走出来的截图，都是已经走出来的行情。那么就是说未来的行情，你究竟你是在山底下还是在山顶上还是在震荡洗盘，你不知道，都是走出来了以后你才知道。走出来了以后再讲的东西都是马后炮，但是马前炮只有一点，做好资金风控。对，对不对？对啊，所以我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一点，很实在的一点，就是做好资金的风控。不管是什么样的行情，我们只要做好我们的资金的管理，你就不用去担心。越是涨的时候越不要去追涨，追涨啥的也肯定死得很惨啊。对，现在还好，行情没怎么涨，一直在山脚下，在那里噔噔噔噔噔噔，看你们自己。对，大概在3万到3万5左右吧。触碰到28000的时候就反弹了呀，触碰到28000，触碰一下就反弹了，说明这是一个好现象啊。
对，上次的几次碰两次了嘛？对啊，两万九、两万八，对，对，嗯，对，大致上都是不错了，因为大致上跌到这个低位的时候，大致上都很多人在买进的。对对，你看这次我们也在担心周线会不会破位，周线它破位立马拉回来了，这是一件好事。如果周线破位了以后没有拉上来，那接下来就是走熊了。对对，也看到很多人在开始买了，很多人在开始进货。据我知道的消息，就是很多的机构一直在2.9万到3.5万之间不断的上车，不断的上车，不断上车，他们没有离场。对对，嗯，好 ，OK， 好，谢谢大家，好， okay. 谢谢。来，我刚才看到有人问一个问题，是想什么叫盘整？对一些小白可能他们比较不会吧。OK， 盘整呢，就是上上下下哦，上上下下。我可以看一个是大概一下子哈、哦。OK， 这个吧，是上了，一下子哈、哦。啊，就是上了下，上了下，上了下，上了下哈、哦。可是它还是在这个里面吧。好，还在这个区间里面，哦，他们叫区间盘整嘛，啊、哦，是在上上下下。这个时候呢，是用机器人赚钱是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因为你赚了，哦，赚了再跌，跌了再买，买了再赚，赚了再跌，跌了再买，买了再赚，因为我们就是买低卖高嘛，哦，这是最好的时间，哦，这什么？刚才新燕老师讲，为什么现在是好的时间呢？因为我们已经是跌在谷底了。现在差不多在谷底了，这大概是在啊是在这个谷底了。在谷底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洗盘，就是说把一些玩期货的人就是玩那个杠杆，就是杠杆，就是好像以前我们叫会玩股票的人，我们叫 margin 啊，就 margin 玩 margin 的人，就是说把这些人给踢出去了。踢出去了之后呢，它现在在底部嘛，在底部如果在底部震荡哦，这底部震荡底部横盘的时候，就是这样上上下下的时候、哦、我们会买到一些比较便宜的货。 OK， 如果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式来讲啊，这样我们就算的比之前从高位跌下来的人来的多哦，所以这个时候是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进场机会哦。大概比特币在三万三到三万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机会。我们可以不同时间看到涨，可以涨，可以涨跌，这是我们要赚的哦。我们赚，因为你没有跌，你就没有机会买到便宜货。OK， 你一直涨的话，你用的资金，我都讲了，1000块，第一手单才10块，10块给你赚2%，好吧，很多啊，也不是2毛钱而已，哦。对不对、哦、所以当它有跌有补仓的时候，有卡单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讲卡单的时候确实是会很好的，因为你卡单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卡到了500块 OK， 500块的 2% 就不同了、哦、对不对？所以有卡单有回调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在底部在买的时候呢，确实是优势比较大，优势比较大，比之前的买的优势大很多。OK， 谢谢新燕老师的分享。OK， 等下我会分享一下那些洛克影的一个市场奖金啦。OK， 在之前，在我分享市场奖金之前呢，有什么问题要问吗？还是等我分享了市场奖金之后再来问？OK， 这样我就先分享市场奖金吧。All right， 等一下哈。出入金要求，出入金要求没有要求啊。出入唯一的要求就是它必须是你本人的户口。哦，因为我们也是货币黄也好，我们也是预防人家洗黑钱、啊、哦。所以你想要有什么要求，唯一的要求出入境的要求就是必须是你本人的户口、哦、
你要看一下软件，可以的，需要给你看一下软件，有规格最低金额吗？OK，没有规格最低金额，可是最低金额大致上我就讲吧，大概是1000吧，1000 U，哦，1000 U，因为1000 U 你只是可以买一个币嘛，10块钱一个币，哦，如果是说太低的话，你买到5块钱一个币，你进一个500 U 来讲。5块钱可能你那利润看到不大，哦，利润看不大。软件可以给你看一下啊，Jerry，我可以看一下软件一会哈，我登录了之后我给你看一会，等一下哈。来，等一下我登录。下次哈，我用我的手机连接的时候，我登录给你看。一会啊，我登录啊，对不起。OK，我分享我的手机出去。898。OK，等一下，OK，我把我这个给关掉。等一下，OK，我把这个分享出去。OK，来，OK，这是2.0版本。这个现在是1.48了。OK，3.07页会出来一个新的，3.07页会出来。这是一个软件。OK，然后这是我们量化选择 B，你会看到，给你看一下会看到，大致上主流 B 啦，次主流 B 啊，高级组合。OK，这两个呢，我们就是说，看现在的目前是市场是。比较不适合做的币，我们就开始优化掉啊，就优化掉，就是我们会跟新的会员讲，暂时不选这个币啊，这三个主流币呢，就是先选这三个主流币。OK，大致上哎呀，对不起，不小心按到。OK，你可以看哦，主流币哦，这些主流币。可能Ripple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吧，啊，Ripple、EOS 这些，DOT 这些比较熟悉的。OK，然后这个是次主流币吧，啊，这是狗狗币，哦，有点有狗狗币，永远人家不知道是从很低很低的钱起200多倍起来的，哦，只是在这一年里面，哦，然后 FIL 也是现在目前很疯狂的一些币吧，哦，EDC 呀，Uniswap 嘛，这些东西。然后高级组合就是两个老大吧，就是 ETH、BTC。很简单的，只是你需要选你的这个金额，然后选你的策略就 OK 了。所以超级简单，哦，超级简单。OK，然后选择的时候就是，然后就是所有的交易是在这里出现的。
哦，这是在跑这个交易。OK， 然后你会看到你的货币额哈，我们是跟货币绑定的，我们跟货币绑定，可是我们的货币绑定会比较安全性的，我们是会把，就是说把我们的那个 API 啊，我们这个 API， 我们的 API 绑定呢，我们是会把我们的 IP 地址给放下去的，就是我们的服务器的地址给放下去的。OK， 是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模式啦。哦，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盈利啊之类的东西。哦，这只是两个月的盈利啦。哦，这是一个盈利，你看到一个盈利啊，你可以大致上是每天都有盈利的。OK， 来，公司会不会做到一半不做，还是提高收费？是不会的，哦，是不会的哈、哦，因为我们都没有收费嘛。啊、我们都没有收费，所以我们没有 都没有收费，所以是说做到一般不做，我们都没有收你的月费，没有收你的年费，反正你担心的是收年费收月费的、哦、因为我们公司大致上、赚最多的就是在从货币那个分成嘛、哦、你们交易越多它的分成越高，这样为什么它要停呢？它要停它没有 不需要停嘛，不需要投，不需要停嘛、哦、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说你不需要担心，他没有好像一些资金盘来了，你给我一万块，你给我两万块，你给我三万块、哦、然后一天公司不做了，两万块三万块的全部 muscle pocket 跑掉、哦、这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你的钱是放在你的货币网、哦、货币网我就讲了是上市公司 OK 有银行去投资的 OK 有银行投资，所以大致上是不需要担心的、哦、它是跟银行的性质是一样的。 OK我就出来，这个我出来，然后我继续我的 PPT 吧。来，我就 share 我的 PPT。OK， 给你看回之前，OK， 可能我给你一个 website 看嘛，这样你就知道大致上货币有多少的资金。来，我有一个 link 在这里啊，一下子。OK， 哎，停，一下子啊。OK， 等下，我给你看。来 ，OK， 这个是市场上market cap 吗 ？market cap coin market cap 就是全世界的 coin market cap， 就是所有的交易所在市场上的交易所。OK， 市场上的交易所好，然后这个是前三大 ，OK， 前三大，你看货币现在是排在第二，它是第二第三啊，这里两个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OK， 这个就是这个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spot 啦、啊、哦 spot 现货的 ，OK 现货，只是今天啊24小时的交易量 ，OK 你看币安多少？哦，你看货币，哦，你看这个 Coinbase，OK、okay, Coinbase 是美国的，哦已经上市在 Nasdaq， 这个上市在香港，货币上市在香港 ，OK。然后你看它的 exchange score 是多少？十分、九、九点一分、八点七分 ，OK， 是没有问题的，大致上，啊，这是全球都公认的一些交易所。你看它一天的交易量多大？啊，这还是少过上个星期49%呢。你想一想，哦，上个星期不是更多？啊，这是市场上。的一些交易所啦，很多这是比较熟悉的，有些不同国家，好像日本啊、韩国，他们也是自由的交易所，可是没有他们这样大了。OK， 这样我就回去我的 slide。OK， 这样我分享一下市场的一些奖金啊，来分享一下市场奖金。其他来试试老师的 slide。OK， 市场的奖金。OK， 我们的奖金其实很简单而已啦。
很简单 ，OK， 只是两成的奖金 ，OK， 两成的奖金而已，很简单。大致上，我们只有每个人进来就是开始是红色哦，红旗啦 ，OK， 然后我们只有四个阶级啊，黄色、绿色、蓝色跟紫色 ，OK。黄旗呢大致上很简单，你只需要直推五个人你就黄旗了。 OK， 绿旗呢你只要直推十个，然后里面有一个黄旗你就是绿旗，蓝旗就十五个里面要有一个绿旗，然后紫旗就是二十个，直推你只有两个蓝旗。 OK， 好，这个是直推奖金，如果你没有任何阶级的话你是 20%， 就是三十里面的20啊，就大致上是六了，啊，大致上是六。如果你是说你直推啊，你介绍的那个人是六，赚了$100，100个 U 来讲，你就拿6个 U 了，你就拿6个 U。哦，这是你当你还没有阶级，你有阶级的话就是30% 里面的40%，哦，就是等于12了，哦，12。OK， 当你到绿旗以上就很简单，你的直推是40，你的荐推就是你介绍的那个人在介绍那另外一个人。那是你的荐推，你是在30%。OK， 再上去蓝旗跟紫旗呢，它就会有一个团队就是说你的 group sales， 人家讲 group sales 这样的东西 ，group sales 里面你这样的东西哦，1% of 你的 group sales， 啊，然后4% of 你的就是30%里面的1%，然后30%里面4%。OK， 按无限带，直到蓝旗你遇到两个蓝旗。紫旗你遇到四个紫旗就没有了 ，OK， 这可能你比较不明白，我给你一个图案来看，你就比较简单。OK， 这就是红旗跟黄旗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当你进来，你只推一个顾客 ，OK， 你是赚20%嘛 ，OK， 比如讲顾客获利1000个 U， 你就获利600 U 哦 ，OK， 这是我讲的嘛，6% 嘛 ，OK， 当你是黄旗的话。当然你下面有五个直推了啦，然后五个直推，我有五个直推 ，OK， 这个直推就是给你40%啦，哦，40%，就是如果是说到获利10000，将40%就是1200 U 了，哦，1200 U 就是12%，是1200 U， OK， 这是1200 U， 这很简单不了，然后。你的下面是没有的，因为你拿不到兼推嘛，哦，你拿不到兼推，你只有直推不了。如果你推五个人，你只有直推，除非你推十个人 ，OK？OK，、okay? okay, 接下来就是对不起啊，接下来就是一个绿旗嘛，就是黄旗的上面嘛，绿旗 ，OK， 绿旗呢，就我不知道没有这样复查了，可能你比较简单，就是你下面的就是这个黄旗跟红旗呢。是你直推嘛，哦，是你的直推，哦，这两个我想来直比一下，可能你比较容易，这两个呢是你自荐的嘛，哦，你是你自荐，所以你是拿40%的 OK， 40% OK， 然后黄旗推了这个红旗，哦，OK， 黄旗就拿红旗的40%，哦，对不对 OK， 然后红旗是你的兼推嘛，哦，你的兼推，因为你的直推的直推，所以他还是你就是拿到他的30%，哦，就是900，哦，如果是他的盈利，这个红旗的盈利是10000的话，这样你就拿900了，哦，大致上是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直推40%，兼推30%，这个比较简单的。OK， 当你去到另外一个。蓝旗的时候 ，OK， 蓝旗的时候就可能复杂一点点，可是也不是很复杂，哦，可是一点点复杂 ，OK。当蓝旗出现，嗯，蓝旗出现就是跟刚才一样嘛，直推40%，兼推30%，对吧 ？OK， 然后剩下就是团队奖金嘛 ，OK， 团队奖金我是说1%嘛，刚才我讲了就是1% ，OK， 团队奖金1%。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整个团队总共赚了100个 U， OK， 你就赚30个 U 哦，啊，300个 U 哦，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你遇到下面有多少个蓝旗，你就没有了。
所以你遇到第一个难题，你还是照样拿他的团队的奖金，第二个难题还是照样拿他的团队奖金。当你遇到第三个难题的时候，他的下面的业绩这个就跟你没有关系 OK， 可是他自己的业绩是跟你有关系的 OK。 比如讲这一个圈里面总共的获利是50万 U， 这样你就得到一个 percent 的50万 U 咯，就是千五 U 咯 OK。 这是千五，这是你多赚的，然后这是你多赚的一个 U 咯 OK。 这是我觉得应该很容易明白啦 OK。然后接下来就是下一张 OK。 下一张就是当你是子期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下面没有遇到子期，你全部拿到完了、哦、就是 4% OK。 4% 如果是说整个故事当你是子期的时候，你下面已经很大了，可以总获利比如讲它有100万 U， 这样你就拿12万 U 哦。哦，这是每一个月拿的、哦、每个月拿的，只要他有获利你就拿，他有获利你就拿 OK。 当子期遇到四个子期的时候，你还是照样拿他的下面的团队的钱，只是遇到第五个的时候你就没有拿他下面的，就是这个第五个子期，下次那个 band 出来一下。当你遇到这个第五个子期的时候，他的业绩是算你的，可是他的下面所有的业绩是跟你没有关系，他本身的盈利是有关你的。所以在这个圈里面所有的业绩比如讲是500万美金的话，这样你的获利是500万美金的 4% 就是60美金6万美金、哦、但是当时是这样简单而已、哦、他的那个团队奖金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团队奖金，因为你知道中国对这种直销分销是很严格的哦、我们也是给一个很合理的奖金，因为这个奖金分到来是 88%， 88% 公司还有赚、哦、12% OK， 全部 88% 分析给市场，分析给市场、哦、这是所有的奖金。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手续费嘛、哦、货币网的手续费 40% 去给了 Locain公司，公司把这个40%的一半、哦、分给子期，然后子期的团队领导人，子期的团队领导人你只要是前50个、哦、就是说盈利最多的团队呢，你是可以分到这笔钱的、哦、你是可以分到这笔钱的，但是当时多少很难讲、哦、可是火币呢它是有给一个上限，上限最多7000万、哦、你7000万你想一想，7000万的一半3500万分给50个人多少钱，自己想、哦、OK。 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奖金提现有没有手续费 OK、奖金提现是没有手续费的，可是你把这个币转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转币的手续费哦，转币的手续费大致上你是转 USDT 就大概是一样，大概是5个 U 这样左右，5个 U 不了、哦、5美金5个 U 多久会到账 OK、大致上如果是说在场的那个系统就是说网络不 congested 的话，大致上都是很快转到的、哦、所以 within 一天里面，我讲一天吧、哦、within 一天里面你会拿到 within 一天里面你会拿到你的币。哦、如果是说通常都是在5到20分钟里面、啊哦、如果安全性我是想一天、啊、你当天会拿到就对了，当天会拿到。它是跟 USDT 一样的， USDT 的转币是一模一样、哦、它是跑 TRC TRC20、哦、TRC20、尽量问有什么问题，尽量问，你可以问关于技术，你可以问你可以问关于任何东西。我可以跟你讲，这不是资金盘，我们没有收你一分钱，没有，完全没有收你一分钱。我你所有的资金，你可以放100万在货币，是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OK， 一个月回报率大概是多少 ？OK， 现在是在熊市。OK， 熊市的话，回报率会跟我们相对的比较低。哦、大致上6% 到 10% 是有的、啊、6% 到 10% 是有的 OK。
当然有些人要做的比较多的话，他的手术就下的比较大，可是风险相对的大啦。这个是我不建议啦，我不建议，除非你本身是对炒币有一些经验的，可能你就会自己去做调整。哦，可是我们本身就是建议你跟着我们的 guideline， 我们 guideline 就是说1000投多少，2000投多少，这是这一张图给你看一下。啊，就是这张图哦。啊，这是图，就是刚才新老师在分析的，就是说你把30%放在炒币那边，70%是放在你的货币资金。如果真的在遇到一个熊市，我大致上我觉得是不大会啦。然后遇到一个熊市的话，你才把从这个70%里面移20%出来，留50%，然后20%移出来之后，他就继续给你买低的嘛，买低的。所以这样你所赚来的钱，就是说每一天的它都有一些盈利嘛。哦，今天老师这教法就是一些赚回来的钱的一半去买现货，啊，去买现货就是说不是用机器人去买，是自己去买。如果你是完全不会的，就是不需要吧，就是把这个资金留着，因为你的资金它是自己会 roll 的嘛。哦，你资金越多越多，它一直 roll 一直多，一直 roll 一直多嘛。哦，所以你就把它放在你的货币的钱包就好了。他就自己跟你 roll， 然后你的提现也是很简单，你会看到你大致上 balance 多少，你去货币 login 看也是大致上一样，这你可以，你认为你是需要用钱，就直接从货币提出来，很简单。罗汉，回到你问题吗？来 ，King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不好像一些资金盘讲，哇，你提现手续费，你提现的5%、10%没有，我们的手续费是 standard 的，因为那是那个他们叫做什么网络，他的那个 change， 哦，他的 change 是他们会有收的那个手续费，啊，并不是我可以拿的，是那个 change 里面的手续费。你好像你货币转货币，货币转币安手续费可能比较高，货币转货币手续费比较低，哦，它是同一个网的，我大致上都是在，有些是收五，有些是5个 U， 有些是1个 U。如果是说你用ERC20 的话，可能你会达到10个 U 到15个 U。如果你是用比特币的线来走的话，就比较高啊，哦，可能你会放到25个 U。所以你就是不同的，可是我们是跑着 DRC 的 ，DRC 是最低啊，不是讲最低，可是也是很低很低了。很低很低的，最低的话就是货币对货币还是币安对币安，他们是最低的。OK， 既然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因为9:30了嘛，对不对？我们也跑了1.5小时，所以那个时间也应该到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停在这边。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跟你们的介绍人去问，问了然后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他们。然后之后再看你们自己考虑整个系统到底怎么样。然后刚才我发了一个 link， 有一个 Facebook page 的 link， 还有一个洛克云操作教程的 link， 还有那个交易所刚才 Jeffrey 老师讲的那个交易所那个 coin market 的那个 link 我也放进去了。所以你们有什么可以从那边去，可以从那边去找，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先了，然后我故意关先，我给你们一点时间去把那个 link 抄下来啊，你们可以抄去你们的 WhatsApp 还是 WeChat 还是哪里，不用紧，你们 copy 好不好 ？OK， 我们谢谢大家，我们谢谢Jeff 老师。我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机器人是很新的一些东西，其实并不新哦，并不新，只是你们不知道不了。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有些人知道了也不想要去了解。其实机器人其实是很不新的一个，因为它只是没有用在手机上，没有用在 APP 上，没有用在那个叫什么，就是币圈上面。所以大致上在股票市场已经有人在用机器人了，在外汇市场已经有了机器人，可是机器人的方式是一种软件，不是好像我们手机看到的 APP 嘛。哦，我们首先看到，它的软件是在电脑里面，所以就是比较不普遍的一个机器人。很多做 market maker 的，做 market maker 他们都是用机器人去做的，去做 market maker 的。
所以因为它是智能化嘛，它自己会去跟你去算，这是一个 mathematics， 它去算了之后把这个算的数据方程式化，然后做成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就看到遇到什么情况用什么策略这样的东西哦。大致上在股票市场已经是普遍到不要普遍的，只是现在大家觉得会比较新，比较新，因为现在是在手机上嘛，就比较新嘛。哦，就好像以前，就是好像现在的 online class 啊。哦，以前我在我的公司做的时候 ，online class 好像很大阵仗这样啦，很多东西要做啊、哦。可是现在很容易啊，我只是给你一个 link， 你按一下你就看到我，我就看到你了，对不对？就是进化嘛，哦，进化就是慢慢进化，从很大去到很小，很小就去到很方便。所以这是确实上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只是你的技术、你的策略会不会给你的那些用户赚到钱，这是最重要的。有什么吗？没有什么的话，这样我就可能就下线了。OK， 谢谢大家的参与啊，晚安晚安。OK， 大家勤洗手，勤洗手啊，就是不要拍拍照，可以在家里。哦，在这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如果有机器人的话，尽量用。OK， 晚安，国安晚安 ，Jelly 晚安。OK，Good night。